各位好啦，咁我而家就喺白鹤山嘅，咁就最高点啦，咁就玩咗一下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其实就呢个喺九龙区嘅基督教坟场嚟嘅，咁就而家去到最高嘅话一阶啦，就系咁样嘅。咁啊，好多嘅墓碑喺度啦。咁就去到最远最远嗰边睇下啦，即系呢个系最高嘅一度，咁就可以睇到啦启德嗰边嘅情况啦。另外嗰边啊，见唔见到喺栏外边有个标高处嘅？咁就证明呢度啊，就系白鹤山嘅最高嘅地方啦。高嘅呢座山，咁就与其话山，咁就而家变咗一个坟场噶啦。咁就其实以前有嚿石喺个山顶度嘅，咁就而家就不得而知喺边度啦。嗰嚿石叫做啊交耳石嘅，咁就唔见咗噶啦。咁就慢慢落去咧，睇下系点样啦。咁又其实呢个坟场，咁就相对香港嗰边啦，吓即系。香港島跑馬地嗰邊嘅墳場啦，咁就好行好多噶，咁就有啲咁嘅遊戲設施喺度啦，即係唔係遊戲設施，即係俾人唞嘅設施喺度啦。係啦，咁就好天曬落雨淋，都有啲頂俾喺度。唔使俾你落雨揼親啦，咁啊，依度落去啦，咁就好快又落到去嘅。哇，咁就原來裏邊係咁樣，我都係第一次見開咗嘅嘢啫。咁就係。呢條嘅小徑啊，咁又應該係山邊嘅後山嘅徑嚟嘅，咁就可以通到嚟呢一邊啦。咁就其實都係，我覺得就冇乜特別嘅地方可以睇到。咁啊，依度都有人打理嘅，咁又有人射水淋花啦、剪草啦。咁樣其實最特別嘅就係咩咧？就係有一個地方就寫住。耶穌教墳場，即係一入門口嗰一度，咁就呢個應該係啲古蹟古物嚟㗎啦。喺度睇睇先，嗱，有人喺度射水啦，嗱，見到。依一個都比較有特色，所以要認識。有啲圓柱形嘅墓碑啦，嚇，即係喺香港嗰邊都見過有類似咁樣噶啦，即係香港島嗰邊。佢話行咗咁耐，全部都係靚地嚟嘅，咁就唔使話咩嘢。行爛地啊，行沙地啊，咁樣，
咁啊，以前系座山嚟嘅，咁就而家完全并不是一个山嘅痕迹啦。可能另外一半就保持到原有嘅嘅山嘅形态啦，咁啊，其实削咗一半噶啦。其實好物盡其用啊！依度啦，又可以做依啲骨灰位啦，又可以做到一個樓梯俾人行啦。咁其實都物盡其用。咁就環顧一周最有特色嘅就係呢邊啦，下邊紅色一個啦。行過去睇睇，因為結合咗呢個中式嘅建築喺度噶。嗱，前邊佢話睇一睇啊，呢啲。一個又有中式，又有西式，咁就依邊比香港嗰邊基督教墳場咧就少咁嗰啲天使啊嗰啲咁嘅建築噶。嗱，依啲啊都開始歪咗啦。有好多啲屋應該地基陷咗落去，1970年。依啲有張相喺度，咁有啲就連相都冇嘅，咁就年代應該比較久遠噶啦。咁有啲字都睇唔到，嗱後面呢啲就新啲啦，又有彩色嘅影照片喺度噶，2020年啦，系啦，咁就開咗第二行，見唔見到？呢、這個就上面甩咗落嚟嘅。咁啊，之前我都嘗試過捧翻上去，其實都有一定嘅重量。咁啊，行翻轉頭啊，落翻去。其實啊，墳場咁又唔係春秋二祭啊，咁就真係冇乜人嘅。咁又呢一度又唔係話特別恐怖啊咁樣咯。行咗咁耐嚇，哇！呢個都好耐啊，睇下，佢寫1926年初工。有字喺度啊！咁啊，呢度都系到此一遊，記錄下個地方俾大家睇一睇啊！即係有陣時喺出邊條車路經過，都唔會特登走入嚟嚇。如果真係唔係嚟拜山咁樣啦。咁有指示性色嘅，咁就有 K 段三級啊，咁樣噶。
咁啊，并不是每一个墓碑向住同一个方向嘅，你睇下远嗰边就已经系反方向望住依边。咁啊，期间啦，依一个就引起我少少嘅注意。哇！依个就烂咗落嚟。Ending 六有咩意思呢？咁就不得而知啦。因为我都唔系依啲基督教嘅人士啦，所以就并不清楚。咁啊，出口啦，依边睇下上边都有好多嘅遮住啦，咁又唔使日晒雨淋。有張凳，有張台添啊，幾好啊！俾啲後人乘涼啊，咁咁就我諗，依一邊越下越近正門嘅，就應該年份就越久遠嘅。咁就依度就大门口啦，咁就嗰边就扩建到成为啲骨灰嘅地方啦，摆骨灰嘅。咁就到咗正门啦，咁就依一个就系一个古迹嚟嘅，咁主要写住耶稣教坟场。咁就依啲都係喺正門嘅骨灰地方啦。佢話再行一行依啲年代比較久遠嘅墓碑先。嗱，依啲有天使嘅造型啦，王公啟明啊！嗱，依啲1940年依一個台山廣東六村大美村啊，民國24年。咁啊，頭先都講開啊，有啲係。啲相啊，都係嗱，依啲就係啦，差唔多有清朝嘅相嚟嘅。嗱，依啲又係嘅。嗱，依啲嗱，依啲又係。后面又有啲英文字嘅，嗰个隔篱就已经系一个公共村。嗱，依一个。是不是墓碑還是什麼，就真的不得而知了，什麼都沒有的，會不會是墓志碑啊這樣呢，那就不得而知了。那就這些就開始倒掉了，這文字1941年倒掉了。
實都嚟到呢度只係睇到半卡啫嚇，半卡都冇啊！由山頂行嘅嗰個落嚟都係15分鐘啦，而家嚇由條影片度見到。耶稣回复生者，我生命者，我信我虽死必生。咁就呢个就连好有中式啦，雕刻。咁就并冇任何嘅生同死会唔会喺后边咧？啊，系真系呢边冇喎，冇话。生同死啊嘅年份，我 pan 埋过嚟先，慢慢 pan 过嚟。哦，咁又2007年喎，咁样其实就又唔算系太过耐。嗱，咁就依一个就有啲彩色嘅相啦。好啦，咁就今日时间系咁多先。